这个季节正好能够看到。哇，我看到了，原来这个就是金牛座啊。那你是什么星座？芊语，你喜欢太初吗？太初很好啊，各方面都符合金枝妈妈对女婿的要求，我难道不应该喜欢他吗？连花子婆婆都说了，他是我命中注定会遇到的人。你问这个干嘛？花子婆婆说你命中注定的人要出现了，那不一定说的就是他呀。不是他难道是你吗？不要自作多情了，快回家吧，天都要黑了。芊语，桐花，你没事吧，芊语？你是猪吗？那么重！起来！怎么了？脚好像受伤了。别动！应该没事，没伤到骨头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打电话求救。没信号。手机也没有信号，如果等人发现，我们就变成干尸了。如果我死了，甚至和金枝妈妈怎么办呢？难道我要像我那个爸一样，把一屁股债都留给金枝妈妈吗？甚至还那么小？没事了，我想办法。我还没有挣够钱，没有穿过漂亮的衣服，没有唱过歌，没有去过游乐场，没有交过男朋友，我就这么死了，是不是太不划算了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？我没有做过大逆不道的事情啊！你答应我，那么出去我。好了，没事。啊。你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要趁我脆弱的时候就占我便宜。我可是有麒麟臂的，随便就能打得你满地找牙。你有什么便宜可占的？什么？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没问题啊，那让我看看。你走开，走边去。我开玩笑的，你现在是不是不那么害怕了？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吧。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行了，先别管那么多了，我先看看你的脚。来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揉。你的脚必须要抬高，让血液回流，要不然会肿得越来越厉害的。
看，好多星星啊！哇，真的好多星星啊！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魔鬼森林上空的星星这么好看。哎，你是什么星座的呀？金牛座。金牛座，你把手给我。伸出一根手指，你看，这五颗星星，它们组成了一个三角形，就像一个牛头一样。这就是金牛座，这个季节正好能够看到。哇，我看到了，原来这个就是金牛座啊。那你是什么星座啊？我不知道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重新把人生写一遍，这是很多人都换不来的幸运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可以重新选择我的出生日期，选择我的星座，选择我的朋友，选择我的家人。芊语，你是我失忆之后遇到的第一个人，你就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，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可是你冷不冷？我正在努力用我的脂肪御寒。一定会保护好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的。